再问呢，爸爸现在要切个哈密瓜，再问你想不想吃？啊，你也想吃啊？再问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哈密瓜里头啊，可有那个炸弹啊！再问吃不吃？拔点啊，你给拔点呗，来，你拔点，再问来拔点，没事，再问你拔出点，拔点，没事，再问快点的，再问你快快快，你拔点，没事没事，你拔着点啊。快来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来拔点儿，拔点儿，快拔点儿，再来快点儿，干啥呀，哎呀妈呀，哪有炸弹呢，你看看这不哈密瓜吗，你瞅瞅哪有炸弹呢，没有炸弹，哎呀哈密瓜三文吃了吗，咱等会儿给他们吃哈密瓜啊，我这个哈密瓜我一直给他留着呢，啊，我要直播的时候吃啊，啊，一会儿我要直播的时候给他们吃哈密瓜，这哈密瓜一直给他们留着呢，啊，三闻到这个哈密瓜味儿了，啊，三闻不是闻到这个哈密瓜味儿了，就是闻到咱家这个苹果的味儿了，三闻你想吃哪个，三闻你不能乱叫，三闻知道吗？啊，你想吃哪个你就，你说是不可能说了。啊，三文，你要是想特别想吃的话，爸给你整点哈密瓜吃，好不好？爸给你切一块哈密瓜啊，行不行，三文？啊，三文大宝最听话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怕三文，知道吗？俺家三文不好惹，老铁们，三文不好惹，因为俺家三文脾气大啊，这小狗脾气大。皮不甜，不甜给它撇了它，腌长一块，咱们好腌长一块啊，别吃太多了，这皮不甜，我吃了这个瓜不好吃，小迷糊啊，咱们来，哎走，不给它削皮呀， 啊削皮，这还用削皮吗，兄弟们，我都已经削了这么老些了，嗯，好了好，不知道狗狗吃完会不会拉肚子，不是哈密瓜，白兰瓜，白兰瓜不好吃，这个瓜不好吃，不甜啊，下回不买这个瓜了，嗯，下回不买这个，谁没吃啊，谁没吃啊，老四吃了吗，老四吃了啊，少吃点儿。好了不给了，再一人给一块，不给了，小米小石榴，给小石榴一块啊，皮也可以吃的，但是我吃了这个皮不甜，你看石榴不吃，这个皮不甜，一点甜味都没有，嗯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皮吧也没洗，说句实话兄弟们，嗯，皮也没洗啊，吃了，好吃吧，嗯，给小迷糊吃个皮，小迷糊来，小迷糊过来，我来给你个整个皮吃，来，一二三来，还吃啊，你看三文还吃，吃不够，给三文给整个苹果吃吧，兄弟，不能总吃哈密瓜，是不是，不能总吃哈密瓜，给三文来个苹果吃啊，三爸给整个苹果吃行不行，三爸啊，行不行，三行你叫我一声行不行啊，行哈，三想不想吃苹果啊，想吃哈，三苹果好不好吃，好吃哈，三坐下坐下，坐坐坐，三高不高兴，高兴不，三高兴你蹦一个，三高兴你蹦一个，高兴你揍老四一下子，嘿嘿，再揍他一下，三高兴你再揍他一下，揍老四一下啊，揍完了你再揍他一下，我就给你吃，三万看苹果，你再揍他一下，啊好啊，给三万分一分啊，三万太能了兄弟们，俺家三万呢啥都明白啥都懂，这么听话的小狗兄弟们啊，哪有不心疼他的道理啊，啊要说啊兄弟们，大家都说我惯着三万，我不惯三万惯谁，我惯你啊小迷糊啊，
那小迷糊一点不听话啊。看这个苹果啊，哎呀妈，这个苹果是真甜呐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为什么我买的苹果没有芯儿呢？啊，三碗来，好不好吃？三碗，好吃啊。老大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老大，你说呀，给你个吧。老大也说好吃，老大就是不愿意说。老四，好不好吃？老四，好不好吃？老四也不会说。小明，好不好吃？小明也白费，小明也白费，就三文会说话，其他狗都不会。三文厉害吧？小小迷糊，好不好吃？想不想吃？小小迷糊，想不想吃？给，一二，给，给吓一跳。来，小小迷糊，啊，吃吧，没人敢跟你抢啊。小迷糊如果敢跟他抢的话，我就揍他，兄弟们，我要揍他啊！三碗来，再来一个。三碗想不想吃了？那你蹦一个，高不高兴？蹦一个，啊，再蹦一个，蹦高点，咱来蹦高，一二三，蹦高高，蹦高高，再蹦。哎呀，三碗反正高兴了，三碗反正高兴了。我给你烤着啊。可愿惹事儿，别放油。等会儿呢，现在等下这时候呢，不刷完油了吗？再倒上那个水啊，然后呢，我再打上鸡蛋啊。把鸡蛋呢给它铺平的啊，把蛋清蛋黄给它铺平的，铺满整个烤冷面啊，咱们铺满整张烤冷面啊，这样会非常非常的好吃。然后呢，咱们给它翻过来，好，哎，背面呢，咱们就可以撒上我赠给大家这个酱料啊，兄弟们，酱料包，好，5分钟就可以做好一张烤冷面，而且非常干净，好了，放点小葱花，放点葱花，然后呢，把火一关，好了，把火一关。把这烤冷面往中间一卷，您猜怎么着？一个字儿，香啊！看看香不香？放了葱花卷一起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拿着这个烤冷面当手抓饼一样吃，兄弟们啊！放在咱们这个，您猜怎么着？嘿，是真香啊！对，中间再加根肠，中间再加个肠，那是无敌了，兄弟们学会了吗，兄弟们您猜怎么着？来一口，您猜怎么着？香啊，这飞鸡蛋呢，就是太好吃了啊。